能去，今天去月龙狮子庙那里去吃饭去了。我要多去蹭饭，我是去交朋友，学习他的经验，是不是？内蒙见了，这里的物大地博。哇，路上的路特别特别的宽，也没有什么车，也没什么人，特别的好骑。但是这里的温度就开始很低了，白天的温度都是零下几度，晚上的温度能达到零下17度。这是我内蒙的第三天了，去吃饭。到了到了，冻死了。然后月龙给我发到这个位置吃火锅。看看骑行的人真不容易啊，今天早上还专门去洗头了。天哪，完了，我昨天咋了？我这怎么黑？天哪，我专门说见大咖把头发洗一下，你看我洗了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把辫子扎一下吧。你刚把自己打扮了一下，这个头发重新弄了一下，昨天应该是脸冻伤了，然后发红发黑，昨天脸烫了一天。这个就是东胜区鄂尔多斯。确实东胜区比那个鄂尔多斯繁华，听说这边是以前的老城，我现在那边是新城，新城是个空城。转了一圈圈，原来在这个店旁边这个蒜房，你看到吗？新生蒜房啊，进去等着，冻死了。这个现在是中午12点，我看一下温度啊。月龙还要10分钟，先进去，太冷了外面。内蒙最出名的肉，听说这家的肉很好，都是山羊。这边草原羊1斤78、88。美丽今天见到月龙了，还有倩倩，然后在鄂尔多斯跟妈吃个饭，主要是向你们学习一下那个取经。做自媒体，我们做不下来都快做不下去了。你们做了4年了吧？五年了，我就是看你们就是记录一下，然后都做的挺好的。顺便问一下你们这边带货的问题。对，带货的东西你可以问问。这边的话就是羊乳山，你们这里的土气杨梅。杨梅土气。杨梅土气，你不要把那两个字放在前面。杨梅土气就是羊毛山，然后刚好月龙他们家就是做羊毛山的，然后就是路过这里嘛，吃个饭。月龙是美丽今年在西瓜普利上面认识的女性博主，她每年都参加，也特别的优秀，认识大咖百万网红，她居然在鄂尔多斯。这还是危险的，那边地上会结冰，你摔跤肯定不免危险，所以护具你还是带好点。护具有，骑行服上面都是带护具的。对，护具还是。就是刚到内蒙第一个城市吧。是内蒙的第一个城市就是鄂尔多斯，那个已经冻得不行了，怎么那个挡风被都整上了，这个鞋子袜子加热的都扛不住了，大中午12点都不行。我们这你再往东边走更冷，我们这儿都算是暖和的，在内蒙古来说这个地方都算是暖和的。就是内蒙的酸奶。要肉的吗？哎，能不能给我？不是很酸，但是放点还好喝。然后跟月龙聊了很多旅行的事情，然后他们去西藏啊，去新疆啊，他们开了一个很大的羊绒商场，就是出口的，也在抖音上面挂，这两天在开直播，所以比较忙，待着也没有什么拍的。不是150公里，那我到这里来拍啥嘛？鄂尔多斯没得拍的，鄂尔多斯没拍的，而且拍的东西全都是夏天的。夏天的，冬天这个地方就啥都没。冬天我们这儿没旅游。嗯，我都听网上说鄂尔多斯咋的，我昨天说。小李前段时间来了以后，天天在家待了几天，啥就没拍着，就没拍着每天吃。小李待了几天啊？三天。待了个2-3天吧，然后就每天拍点吃，拍点喝，旅游出去都没出去，冻得人要死。哪儿都没玩嘛，没什么玩的。我说飞个无人机整你们那夜市什么特色的？哎呀。无人机就是我跟你说那铁牛，他那个酒店，一出门那儿有个广场，青铜器广场，但是晚上也没人，冬天都没人。是那种小温泉是吧？他就是，也不算温泉吧，就是洗澡的。室内的。洗澡的，就像东北那种的。啊，这个大
场大澡堂的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时候还能拍。然后洗完以后那个。那你们哪能拍？洗澡的，都没穿衣服，就是那种你外面穿好衣服，你洗完以后外面穿好衣服出去二楼上二楼有汗蒸啊，干啥？对，东北的大澡堂子，那都东北去吧。那是我以为是温泉呢。不是温泉，这地方哪有温泉？然后去找一个那个。稍微住的夜市那里稍微有点小吃都没有吗？没有，是我看抖音上面看的比较好而已。人家都是夏天嘛，夏天嘛，你看哪有大冬天拍的，冬天还荒的，连树上连叶子都没了。嗯，那你们忙，啊，我明天去你们那里参观一下那个，下午去发货给人家打包。嗯，啊，然后住地方你告诉我们。嗯，啊，好好好，哪里？我那天就丢了，我到那个内蒙昨天晚上露营的那个地方，前天露营的那个地方，我锅被偷了。对，就我们这儿安全，你在不是我就是在卫生间吃了个饭，然后里面还有点骨头，我没法放。那怎么样也是被人没收了吧？不是被偷了吧？啊，没收了。管理员应该是给你没收的。下午就找先找住的地方先住下来。嗯。啊，我去看看。对，然后做完视频在那附近还可以逛一逛，再说也没什么可逛的，能出去看一眼就好了。那你们的地方你们说啥也没有。这地方没玩的。哎，那你先过去吧。嗯，我们下午去发货去。嗯，啊，慢点啊。啊，拜拜。今天在鄂尔多斯住一天，明天他们有空的话去他们羊绒衫厂里看一下。很荣幸被这么大的博主请我吃饭，蹭饭蹭到这里来，也交个朋友认识一下，向他们取下经。谢谢大家关注和支持。美丽到内蒙了，有点冷，这边零下十几度，这边也没有夜市，然后晚上看一下飞飞啊无人机。谢谢大家关注和支持。